今次咧想講一個經歷，就介紹一下先啦。幾年前咧，葉牧師咧帶我喺靈裏邊祈禱啊。咁我唔知咩叫靈裏邊嘅祈禱啊，當時。咁而家就知啦，識多少少啦，而家。係咁自從葉牧師嗰次開啟咗我用靈祈禱之後咧，咁我就見到耶穌。咁我每一次禱告咧，合上眼咧，我就同耶穌一齊噶啦，就見到耶穌。咁見到耶穌之後咧，我同神咧就相處，經歷咗好多事咧，我就認識咗神好多啊，知道神認識咗佢係一位點樣嘅神啦。咁前幾日咧放工嘅時候，我就坐地鐵，咁我就唱靈歌，唱靈歌俾耶穌聽喎。咁係咁唱，係咁唱，耶穌話好開心喎，聽到好開心喎。每逢我哋其實我哋每一個唱歌俾佢聽咧，佢都好開心嘅啊。咁唱歌俾佢聽，佢好開心嘅時候咧，咁我見到氣氛咁好啦，咁我開始搞事啊！我搞事咧，我就話主耶穌，大家咁高興，我哋交換禮物啦，不如我將我心俾你，你又將你個心俾我啦，咁喎，好唔好啊？咁喎，咁啊，我俾我心你先啦，咁我拎我個心出嚟啦，拎咁細個嘅心喎，又輕又薄啊，冇重量嘅，淨係得我自己同我嗰啲屋企人喺裏邊嘅啫。咁啊，到耶穌咯，耶穌又拎佢個心出嚟喎，佢個心咧，我當時見到係大概係咁大啦，嚇咁大個心啦，大過我個好多啦。咁我見到佢個心又大又紅喎，脹卜卜啦，好強壯咁，咁我就好開心。哇！我覺得交換好著數，我俾咁少你，你俾咁多我，我嗰個咧就冇嚟生氣嘅，你嗰個又大又靚咁樣，好開心。但係點知睇真啲，佢個心裏邊咧裝滿好多人，裏邊嘅人咧喺度埋怨啦、苦讀啦、焦慮啦、抑鬱啦、唔甘心啦、唔肯饒恕啦，充滿係呢一啲嘅心思意念，裏邊全部都係罪人同埋罪性情、罪嘅思想。咁我睇到之後咧，我就驚啊！我都係唔好換主啦，我頂唔順啊！我真係嗰一次，我先至真正嘅明白，神啊，你個心真係咁樣噶！原來你個心咁美好啊！你裝載住係我哋嘅罪人，係我哋嘅罪性情，但係嗰個心最可貴嘅地方，嗰個心耶穌嘅心仍然係好強壯嘅，仍然係好有能力嘅。仍然是很喜樂的，沒有因為我們這個世上的罪人，我們的罪性情，我們的心思意念是壞心思、壞意念、壞行為、壞言語、壞舌頭，他沒有被這些影響，他仍然是一個很有能力、很喜樂的神。那講一下我自從咧，我就領受咗呢個咁大嘅恩賜，能夠見到耶穌之後，咁我就問神啦：我見到你，我點樣為人哋禱告啊？咁你聖靈就話俾我聽：你將佢成個帶去耶穌度，將佢成個人帶去耶穌面前。咁我唔識，不過我試下啦。咁我就禱告嘅時候，我係喺靈裏邊咧，將個人成個人帶喺耶穌面前，我就見到好多好多嘢，神就啟示俾我知。他真是一位怎樣的神，我這樣做之後，我見到人，一個很軟弱的人，很沒有能力的人，很沒有信心的人，去到耶穌面前，他簡直好像攤在那裡一劈東西一樣，沒有能力站起身，但是主耶穌是扶起他，扶起他，他沒有怪責說為什麼你對我沒信心啊？點解你三番四次都令我失望啊？點解你仍然不信啊？佢冇去怪責，主耶穌就係咁樣去扶起佢。咁曾經有一次有個姊妹咧係好愛主，好愛主。嗰、那個姊妹咧就好多嘅服侍，佢好多服侍咧，佢就去探病啊、陪診啊、去關心人啊、為人禱告啊，自己又有細路要照顧嘅。咁佢就好忙好辛苦，成個人都病痛，好多病痛。咁我為佢禱告嘅時候咧，
我見到主耶穌咧，將佢自己頭上邊嘅冠冕咧，戴咗喺個姊妹身頭上，將佢耶穌將佢嘅冠冕戴喺頭上邊，啊咁樣去肯定佢嘅付出啊，悦納去獻上嘅祭。有一次好感動嘅就係一位姊妹咧，啊佢好傷心，因為佢覺得自己屢次令耶穌失望。他脫離不了某一些的罪 habitual sin， 他脫離不了，他覺得很慚愧，很沒有力量，神每一次這樣去挽回他，他又回轉，但是很快他又可以陷回入那個罪那裡，重複又重複，重複到一個地步，他都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得救，會不會失去救恩，亦都唔知道，唔肯定神係咪仍然愛佢，因為在人嚟講，佢連自己都唔愛自己啦，佢自己都頂唔順自己，上帝係咪仍然係咁樣愛佢咧？咁佢就好傷心，好傷痛啊！呢啲係已經糾纏咗好幾年噶啦，佢呢啲情況。咁我就為佢禱告，我將佢帶去耶穌面前嘅時候咧。我話主耶穌，呢、這個姊妹喺你面前啊，你知佢幾軟弱，但係佢略有一點力量，佢仍然愛你，佢仍然係翻去你嗰度，只不過真係太軟弱啦。主耶穌，主耶穌，咁樣呼求佢嘅時候咧，我見到耶穌係著住件袍啊，咁佢打開件衫，咁我嚇做咩打開件衫嘅？我好奇怪喎、啊，我應唔應該睇啊？佢俾咩我睇啊？會唔會俾個肋旁嗰個血洞我睇啊，咁驚驚地喎，我應唔應該睇啊？咁點知佢打開個件衫嘅時候，佢原來佢想俾我睇佢個心，佢個心咧就係正常嘅心嘅，嗰次係一個正常嘅心嘅，冇特大嘅，就係裝咗個姊妹喺裏邊，個姊妹咧捲住喺一個角落裏邊，迷失嘅、抑鬱嘅、黑暗嘅、冇盼望嘅。冇信心嘅，冇光明嘅，佢喺一個咁嘅角落裏邊，但係耶穌俾我睇到，佢喺耶穌嘅心入邊佔據曬耶穌嘅心，呢、這個令我真係好感動，好感動。一個咁軟弱嘅人，屢次犯相同嘅錯，係咪啊？自己都失去信心啦，自己都去到個地步，唔敢去乞求神。憐憫，但原來他佔據了耶穌的心。我相信你和我一樣，特別在我們最軟弱、最孤單、最迷失、最沒有盼望、最黑暗的時候，原來我們佔據了耶穌的心，是他的心上人，他將我們隱藏在他的心裡面，外面再加上一件義袍，將我們隱藏。我常常禱告去求神，我說主啊，你是怎樣的一個神，你讓我認識你，我想知道你的心，我想知道你的心。在聖經裡看到很多有關神的事，聽人家講的見證，聽到 很多有關神的經歷，聽牧者教導，教導了很多有關神的事，但我說我不滿足啊，神啊，我要親自認識你，你讓我親自認識你的心。是咁呢幾年嚟，自從可以見到耶穌同耶穌一齊嘅時候咧，我認識咗神嘅心係咁寶貴，係一個咁寶貴嘅心。我哋真係要記得，我哋係軟弱、無助、孤單、令神失望嘅時候，原來我哋佢將我哋收喺最深層入邊，係我哋係佢嘅心上人，係寶貝。我今日分享到呢度。